回家了，这个家有点空旷，这个家好像不是很好回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，快点到二阶，我只希望能快点到二阶。已经开始修机了，证明。这才像是恐怖游戏嘛，对不对？站在二楼西，在窗户里面看着你。他应该会慌吧？他慌了，啊，他慌了。哎，你跑了呢？你呀。我给看到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这一波能撑到距离。这一套就纯靠击杀了呀，然后利用猪头去打干扰。他在这里。这个头儿，哎对，头儿哎，头儿给他来一刀吧，头儿，来头儿来一刀。让他去叫。又是一个啊，又是一个祝福，往这后面找找吧。哇操，这人他妈在这里居然等我，他居然在这里等我，我靠，假装我要吸他，他等我非正式调查，我的天，哎，完了，来得及。非正式调查捏的真死啊。这个图腾应该在我的这边啊，我到这边看一下，应该是在这边。还在这呢，有人在马路上吧？老头儿，又是老头儿，哎呀，老头儿又是你，不想屌他。这边还有个尼亚，我屌他调查到了。你咋没来呀、啊？你咋在这里吗？你咋真在这里？哎呀，你这样绕，我要打你的！
他倒叠不起来了，这老头一直在我面前晃悠，叠起来就交了。夏尔先起杀戮，看你会怎么选择。哦，方舱加速啊，那到不了一块安全板也得死啊。下晚了啊，第一圈就该下了。他第一圈不下板子，一层杀戮的速度绕第二圈的时候第二层杀戮了，所以这已经就来不及了。你这样等我，你不是等的计吗，兄弟？他这个位置等着我就完全是在等着上钩。等麦叔的抱抱，举高高。他两个刚刚在这，躲不掉，太大了。打永外，有些地方一定要等，有些地方是像这种地方千万不能等，有些地形是可以等的，这种地形千万不要等，因为它可以从侧面来包你，又不是什么方舱加速之类的，可以第一时间拉跑，对不对？他这里有个非正式调查，这人没往这走吗？没看到。又祝福好了，我感觉是之前那个祝福过的那个图腾啊。就在这踩了，谁祝福的？你祝福的对吧？啊，老头也可以祝福，一样的。就算我把他嘎了，老头想祝福，等会也可以。关注嘎。要开始了，确定啊？你确定啊？你确定啊？这位置是真的，真的爽。那个楼上还可以从那边的破洞跳下去，人站在中间，一般人顶不住，真顶不住。现在这里后面还把那个上面去的那个平台给关了呢，要不然这里又可以套路一下，就站在这个地方透视。刚才那种情况就直接上来就可以了，上来，他已经往小地下室走了，应该
上来透视他的气场，然后他站着不动，我就直接从那边过去偷他。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打到的。我觉得是可以打的，是我骗没骗到位。我这里骗人一直没打到，但是我感觉这位置应该是可以骗到的。我经常没骗，容易骗不到人。这还修到最后一台了，很不错了，已经，他们已经很努力了。这个位置其实你说的安全，一定要很稳，其实也不是很安全，很稳很稳，心理素质很高。而且那个地方还有别样的套路方式，从后面就各种来回的反绕，绕到那个柜子那一侧去套路人类。哎，完了，我感觉地窖与我无缘了，这都没地窖的。老杨的一级监控打击，心跳在没有追逐人的情况下减少8米。中间那个洞，中间那个屋子里吗？那个是祝福吧？我跟你说，是祝福的声音跟地窖的声音重叠了。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地窖刷哪儿了？我靠，这都没找到的，刷的有点好，这能刷哪里呀、啊，大哥？那边空地我刚刚没去看过，是吧？这个空地，怎么记得我好像都去过了？嗯，老头，你先别跳啊！你一定要等我，我这把至少得让我知道地窖在哪里啊！我操，你他妈这有点搞了吧，兄弟！能刷这种地方来的？好了，我算是知道了，今天我学会了，这也能刷地窖的啊！老头，哎，我在门口等，我等，哎，地窖就在那，地窖也在等。老头，笨蛋、啊，摇下来了，因为走了一小段的冤枉路。直走的话应该是可以挂到的，刚才绕了一圈。沼泽也会，但是这个图的类型跟沼泽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。边上跟沼泽不一样。当、啊。